啊，喂，喂，赖先生，这里是快田医院，你的进诊报告已经出来了。哦，好，那，报告，那你跟我讲是怎么样？报告结果的部分还是需要请你来一趟医院，王医生到时候会再跟你说明。哦，不是啦，那个，小姐，我现在有一点忙，那你跟我讲好不好？那个报告是。关于报告结果，事情是这样的。